姥姥在给哥哥理发。哎，你这哥哥你这什么造型啊，你这戴的是姥姥的纱巾是不是啊？哎呦我天，下水去玩的都湿了的衣服挂在树上在这晾着。看看这腿上的伤啊，这就是男孩子，青一块紫一块全都是伤痕累累的。有有有，这边不是，这些小的都是今天的。姥姥的理发的技术也快练出来了。老爷说可以按印剪好了太阳，我去拿印练手呗。嗯，你这个丝巾太可爱了，太好。你是什么情况安吉拉？你什么情况？你为什么围着个浴巾？要来看热闹。你看哥哥理发呀。对呀，这个怎么这么搞笑呢？那个地方齐着点，你别挡着你了是吧？别在这忙活不好吗？我透个湿学个艺，没有剪子就用推子当剪子，你别把手给推了。你要人家不都是拿着梳子比着个梳子在那儿那个咱踢梳子吗？行，他比不住。我踢给你啊。你怎么椅子扶手还掉了呢？我看看你会修吗？我不会，但是我会放回去。这坏了，断掉了，要把后边这个螺丝拧下来。啊、你怎么用手拧的呀？它已经松了，我一拧就下来了。你先下来，我给你修一下，你再上去，好不好？那我坐球上吧。你坐球上啊？行，你别走光了啊！你只能把这儿固定一下。那再剪好啦？没有。我把这个螺丝拿下来。怎么拿下来？就拿螺丝刀把它拧下来，然后从这个上面把它钉上。把这个钉上。我自己拿，你不知道该拿哪个，好吗？你等着我啊。哎呦天啊。哎 hello hello。 哎呦好硬啊，钻不动了。Mommy you can do this。 你把另外一个螺丝给我。嗯，这里给我。这里你把它拧紧好吧。嗯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你帮我按着顶着那个椅子好吧，顶好啊。我把其他所有的螺丝都给你紧一紧好不好？嗯，这样就不会松了。好了，你坐着试试吧。哎呦，感觉怎么样？挺好吧，看看哥哥理发理的怎么样了。Hello， 二傻，这发型有点傻呀。哎呦天哪，怎么这个样子了？不好看呀。好看，你留什么发型都好看。打磨，哎呦不错，姥姥手艺真不错。就这点，快点好吧。满脸的头发茬。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啊？不怕浴巾掉了？哇哇，好快呀！哇哦！啾！你好，哎呀，当心当心，别掉到楼底下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当心！啊，你说哥哥剪完发了，问问姥爷要不要理发？去问问姥爷，在那个游泳池那儿，在走路呢。你好壮啊！